走得稳一点。是师兄。气息过浅，胸腹不开，每日五刻后再练一个时辰吐纳。是师兄。前臂太僵，手肘往里收，右手压低半寸。你脚步虚浮，下盘不稳，腿抖什么抖？师兄饶命，昨天练得太久，我这小腿肚子还跟抽筋一样疼。是啊师兄，我的手也好酸。前些时候你们几个趁我不在，老师又好说话，尽是偷懒耍滑，落下功课，现在抱怨个鬼啊。好了，今天的练习到此为止，挨个过来和我比剑，就用老师上个月新传授的那套剑法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懈怠到什么地步了。师兄，饶了我们吧。魏瑶，你第一个。哦，我再啰嗦，等其他人散了，你单独留下。哎，别别别，我好好打还不行吗？应该是回忆啊。你在哪里啊？在旁边哦，木架。哎，这边有个东西是怎样？我现在可以出去吗？那边有个东西啊。啊，不行，不能过去。拿木剑是吧？我要拿这个，我要拿关东偃月关东偃月青东偃月刀。啊，我有木剑啊。哦，左 at auto 是防御，是专心会战仙气，谁教你？哦，还两连击就对了，我够浪了吧？偷摘老严家的果子，哪里是偷？我每回都把钱给他们家闺女的。哦，那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喽。一定是有人告诉你的。谁呀？大嘴巴。没谁。昨天严家来找师娘了，瞧着不太高兴。啊。谢谢师兄和我说，老缠着人家女孩子讲话是不太好吧？哎，你如果让我娘明年开春就上门提亲，严家能答应吗？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？好了，话说完了，走吧你。哦。下一个谁？请师兄赐教。魏师兄，你们刚才讲些什么呀？你的脸怎么红红的？咪，一二，哦，我的键盘欧头键很难按呢，用 Ctrl 比较适合吧。小货，
谢师兄。不错。什么东西打我？呀，扔偏了，笨蛋。洛哥哥，有坏人在市集上抓了三宝，他们还有刀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谁那么不长眼？你俩先回去，我马上来。好，好。师兄是不是和上回一样，要去路见不平？带上我们一起吧。罗师弟，你替我继续和其他人比试。是。小气。哎，这就走了，我做了莲子羹，先喝一碗。不了，师娘，老黄家找我帮点小忙，我答应大宝他们马上过去。那行，记得要吃饭，可别饿着肚子。好的，师娘。少爷，那边卖的果子瞧着水灵，我去给您弄几个。吃吃吃，有什么好吃的？真不知道老头子哪里不对，不就打伤几个穷鬼，犯得着把我丢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吗？还让本少爷反省，我呸！这位贵人，有话慢慢说，您看能不能先把三宝给放了？放了他？笑死人了，养个狗还真当儿子一样。告诉你，这小崽子敢把尿撒我裤子上，就是不想活了，正好宰了晚上加菜。千万别，您这裤子我愿意赔钱。啥？本少爷像是缺钱的样子。投鼠忌器。老黄平日怎么不出气呢？怎么惹了这祸事？谁卑鄙无耻偷袭？都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救我！少爷，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爹是城里的大官，我掉一个汗毛，你全家都别想活了。别吵，我对你爹没兴趣。你让人把那狗崽子放了，我就把你放了，怎么样？先放开本少爷，不然宰了那狗。宰？尽管宰。虽然我是个拔刀相助的路人，但狗毕竟不是自家的，不心疼。倒是你，一条人命换一条狗命，黄泉路上可别后悔啊。后悔？肯定后悔啊，大哥。快快快快把狗放了。三宝。哎呦。
要教训这小子。董尚，往死里揍，给我废了他！打他！啊，你会请位置 ？What the fuck？我刚不是有防御吗？等一下啦，我又被晕眩了。这样也被打到，我都已经这么衰。小爷说说，咱俩到底谁废了谁？不，不能乱废。大哥，我听说你们这些本领高强的江湖侠客都是好心肠的，你肯定不会和我一般见识吧？就逗我玩的，会放了我吧？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江湖侠客什么的，还懂很多旁门左道？耳朵痒吗？痒。妈呀，真痒起来了。南疆蛊虫听过没？现在就住你耳朵里了，乖乖听话，不然说不准他往哪儿钻。大哥大侠大爷，咱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想要什么你说，我家有的是钱。我知道你这种纨绔为啥这么讨人厌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因为太闲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吃饱了整天祸害别人。没关系，找点事儿做就好了。明天辰时，你带树修到方人馆去，跟着其他人一起学武，三个月后保准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我不去。我到时候如果像个样子了，就把蛊虫给你取出来。我去。吓人，以后千万别惹师兄。以后千万别惹师兄。如果依照侠之道的路线啊，通常这个亡故子弟都会前来报复啊。不过呢，主角用的蛊虫控制了他而已。啊，回家的路线有一个支线要做，这里吧。好，我们去做一下。出来，吴世祖，你这恶霸竟敢欺压良民，鱼肉乡里，我今日就要替天行道，还不快快求饶。洛哥，你看我这架势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接东头那个说书的又给你讲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。洛哥，你别走嘛，我过些时候就要参加方人馆的入学考试了，你说屈先生能看上我吗？四毛，你进方人馆到底是想读书还是想学剑？当然是学剑了。
不过我爹说屈先生也是很有学问的人，不然他才不同意我去考试呢。你爹不是商人吗？你不如先问问他，走南闯北在大街上能看到几个卑贱的。可是故事里的剑侠都很威风啊。那只是故事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学剑。洛哥，要是我考试不行，你能教我剑术吗？不用是屈先生的那些，就教我一些简单的。不能。为什么？你平时不都教那些师弟师妹吗？不一样。剑术启蒙我教不了。怎么就教不了呢？你明明那么厉害。有这功夫缠我，不如好好准备考试。你自己的名字还写得跟狗爬似的吧。好吧，我去练字。洛哥，你再想想啊，可不可以教我几招？感觉他好失望哦。好，继续，接下来就进主线剧情了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现在还不清楚。哎，这里。给我出来。主人，你回来了。今天有新鲜的蛤蜊和虾，我就做了蛤蜊汤虾饼。对了，还有香喷喷的排骨，主人你喜欢吗？你一只田鼠学人做什么饭？不是，我不是田鼠，是妖族里的黄金飞天鼠了。当然了，比不上主人你这么厉害的大妖。说了我不是妖，别老缠着我。主人不要赶我走，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。我可以做很多事的，做饭洗衣服还能帮忙打扫房子。所以主角救了他，对不对？那主角都不理他，好可怜哦。我可以当桌子上。我们要吃这个柿饼，攻略说吃柿饼就好了。柿饼是中间这个吗？还行。好，走了。然后嘞，啊，钓鱼啊！我怎么钓鱼？按 Enter， 空白键抛竿。哦，然后嘞，W， 还要换哦，哦。
后嘞，再继续钓是不是？钓两条够吗？好像三条哦 ，OK， 三条是吧？再来。嘿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一斤重哦，这次比较重哦，比较肥，比较肥。睡了吗？门口的鱼是不是给我的？你明天想吃鱼？不想吃，旁边箱子里还有些别的东西，一起拿走吧，算是这些天饭菜的回礼。以后别再来了，你想找个大妖跟着，可我不是。主人，主人，你看天上，忽然有好多流星，好漂亮！快闪开！玄歌大人的亲弟弟是吧？我来接你回天禄城。滚！看样子，你不会老老实实跟我走。正好，我也想试试你究竟有没有资格站到天禄城大阵前。那你不用烧我房子吧？你烧我房子。没防御到，这防御不了。这不行，防御。又来，这 bug 吗？我人在这里。回去了，不过按人家的说法，这样也算胜之不武吧。哎，毕竟是王族啊，我小心谨慎点没错。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在人界的事？又有什么资格非议我的老师？不，我感激他。看起来他把你照顾得很好，只是人间和魔域天差地别。当然不同，那里很多人从生到死都不需要以命相争，平平淡淡过完一辈子，这样很好。是很好，
但你喜欢吗？呼啸天地，纵横四野，以剑为玉，辟邪即为杀伐之剑。你的老师却希望这柄利刃永不出鞘。哼，你懂什么？自以为是。或许吧，可惜我没有更多时间了。北洛，愿赌服输。我会让雨林带你去一趟城下回廊，应当对你有所帮助。玄哥，难道就没有其他王族了？这些安排未免太过可笑。你真以为我能当辟邪王？如果你觉得不如我，就努力成为我；如果你觉得比我更强，就远远胜过我。弟弟，我把天禄城交给你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怕那个红毛害你。他凭空撕开一个大口子，要把你带走，我就跟着跳进来了。主人，他们跟我说这里是辟邪城，那你也是传说中的辟邪喽？我就知道你是鼎鼎厉害的大妖，主人的原型该有多威风啊！嘿，光是想想就激动。北洛大人，之前多有冒犯了。王上让我带您前去城下的古厝回廊。冒犯？你这一礼，究竟是对玄哥定下的继任者，还是对我？大人。哼，偷袭，我也会。赢不了你，未必杀不了我。这性格还真是。主人，你要去哪里？在城里待着，别到处乱跑。有机会我送你回去。乖，城下回廊可不是你这种松鼠妖能去的地方。我哪里像松鼠？北洛大人，请跟着我，古厝回廊的入口在天禄城西面。北洛大人，不是那个方。那个回廊里面是些什么？这个嘛，据说辟邪所镇守的魔域通往外界的巨大通道就在回廊的最下方，不过那里充斥着各种能量，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也不会靠近。不去最下方，只需要往下几层，有一处地方使用王上给您的信物就能进去。至于里面有什么，我是真不知道。王上总不会害您的。那可不一定。蓝相大人，谢谢您的救命之恩。滚开！谁让你们出城的？竟然还敢跑到光明野之外！若不是我回城途中遇见，尸骨都已经化成灰了，血统低劣，便该老老实实待着，不要四处惹麻烦。对不起，我。
刚才那个是兰夏，脾气暴得很，他有王辟邪的血脉，向来瞧不上平民，我估计他对王位还没死心。那怎么不干脆给他个大王当当？北洛大人，哪有这么容易？辟邪王要用自身力量维系天禄城的防护大阵，血脉不够浓郁，不够强大的话，瞬间就被抽干了，不死也只剩半条命。王族旁支倒是有好几个，包括我和蓝象，但我们可不敢像他这样，心比天高。北洛，既然魔域没有线索，近期异象的源头或许并不在这边，你辛苦了，且回去休息两日。还有其他事？听说王上失散多年的胞弟回到了天禄城，将要继承辟邪王之位，可他并未完全觉醒妖力。我虽是旁支，但在族中已是战力仅次于王上的战士，为何不能有一个机会手握王剑运转大阵？此事你已不是第一回提出，我的答复依然如旧，这不是你能承担的责任。下去吧。王上，我下去。王妃，玄哥，我给你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现在要换什么？玄哥，来。霓裳，你会不会怪我？这可不像我家王上会说的话。200多年，过得好快啊！到现在我还记得，成年猎仪结束后，你从城外归来，所有辟邪家道欢呼。你手持王剑，威风凛凛的样子。还有定亲前的那天，你说要带我去看，只有那个世界才会出现的红霞。你变回原身，载着我一直飞。结果为了躲避忽然来临的风暴，一路撞进了大魔的领地。你把那些魔打得半死不活，站在一片血海里向我求情，让我嫁给你。哪有谁是这样的？但是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。玄哥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啊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有这种 IG、OB 还有退曲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《古剑奇谭3》的游戏剧情啊。好，大家拜拜。